南区国税局台东分局举办了发票美食推推乐的活动，日前邀请民众，只要凭15张发票，你就可以拥有兑换蛋糕的兑换券一张。在9月15号上午呢，就在南区国税局台东分局进行兑换。我们今天所办理的活动是利用蛋糕的 DIY 来推行手机条码。这个活动的最大目的就是使手机电子发票能够顺利的开立，然后可以节能减碳。那一方面在一般的相关的弱势团体，他们也需要发票，所以利用手机条码的话要捐赠给并且在现场制作了手工彩绘蛋糕，还特别选出前五名的优胜者就可以获得好礼。分局长也表示，透过活动跟民众拉近距离，并且让大家更了解一些租税的常识，除了手工蛋糕的彩绘之外，还有卡拉 OK 的欢唱以及有奖征答，一整个上午都让民众乐开怀，有好礼可以带回家，相当的有收获。以上是由东台新闻部温格的采访报道。